啱啱落車，咁而家咧就前往咧就係湖南廣播電視台啦。經過咗啦，呢一個咧就係半個鐘嘅地鐵車程啦，咁終於嚟到咗啦，就係湖南廣播電視台嘅總部啦。咁啊，見到啦，湖南廣播電視台主流嘅總部周邊嘅地方啦，都係充滿咗呢一個咧就係芒果 TV 嘅文化元素喺度嘅。咁啊，廣秀咧就係大家歡迎嘅呢個娛樂節目咧，就係從後邊呢度咧製作出嚟噶。嗱，湖南電視台啦，湖南廣播電視台咧就出名製作呢一個咧就係娛樂綜藝節目嘅。咁所以咧見到佢嘅呢一個台標啦，亦都係充滿咗咧呢一個娛樂色彩嘅，俗稱呢一個芒果台咁啊，芒果嘅文化元素啦，喺周邊啦，亦都係不斷咁樣咧呈現出嚟啦呢一個元素啦。咁啊，通常咧呢一個咧就係廣播電視台啦，佢周邊嗰個環境啦，嗰個保安程度咧都係非常之嚴密嘅。咁但係咁見到咧就係芒果 TV 湖南廣播電視台呢一度周邊嘅環境啦，都係融合咗啦，就係呢一個公園芒果文化喺度啦。咁所以咧市民啦夜晚啦都可以啦過嚟呢度啦踩單車啦玩樂嘅。咁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公園啦，一個綠草坪啦。咁啊見到啦，咁佢掛牌咧就有呢一個咧就係湖南廣播影視集團有限公司。咁上面咧，亦都系用咗咧，就系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嘅。咁啊，我哋俗称咧，都系依然叫翻咧，就系湖南电视台。系啦，上面仲见到咧有湖南广播电视台嘅字响度嘅，下面咧就系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啦。湖南电视台佢嘅 slogan 咧就叫做青春中国。
雨啦，就外面嘅天氣較為炎熱，咁所以咧入到嚟咧就係國金中心嘅現場呢度咧就係行商場嘅。嚟到呢一個咧就係辣條博物館，咁雖然咧呢個辣條咧就係四川嘅特產，咁但係咧喺湖南長沙呢度咧都有展示出嚟嘅。咁佢咧亦都會咧出一個咧就係印章出嚟啦，咁證明咧嚟過呢一個咧就係辣條博物館嘅。系啦，咁啊現場咧見到咧就係比較多嘅朋友啦，喺度咧等待緊呢一個咧就係入去啦，排緊隊啦。估唔到啦，湖南長沙啦呢個天氣啦，仲比廣東咧中山嘅天氣啦多出咧就係七八度嘅，咁所以咧我尋日嚟到呢一度嘅時候咧，感覺咧天氣實在太炎熱啦，連凌晨十二點鐘嘅呢一個温度嘅呢一個情況咧都係相當之炎熱嘅，感受到啦呢個地面嘅温度咧都係持續咁樣上升啦。咁啊，而家咧領取咧就係免費一包咧，就係呢個辣條啦。咁啊，平時咧睇上網直播睇得多啦，而家現場攞包。景點咧，其實咧都有啲咧就係政治色彩嘅成分喺度嘅，所以咧嚟到湖南嘅話咧，一定要嚟呢一度嘅，因為咧始終都屬於一個咧就係紅色嘅愛國嘅旅遊景點。咁啊，啱先咧就乘坐咗呢一個咧就係環島嘅觀光巴士，咁啊響呢一個咧就係車站咧就落車嘅。咁啊要步行啦，前往呢一個咧就係著名嘅一個景點啦，一個島嘅著名嘅景點咧就係毛澤東青年嘅藝術雕像嘅。不過咧步行嘅時間已經行咗咧就係成十分鐘都仲未行到啊！唔知道點解咧呢一個觀光巴士唔到達呢一個咧就係附近啦。現場咧見到咧好多人咧都係乘坐觀光巴士啦，落咗車啦，都係步行過去嘅。嗱呢一度咧景區嘅物價當然啦，比市區嘅物價咧稍微貴啲嘅。譬如一支嘅怡寶礦泉水啦，出邊咧係賣2蚊，咁啊呢一度咧一啲嘅攤販賣咧就係賣5蚊一支嘅。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嚟長沙旅行嘅話咧，千祈唔好揀呢個咧就係夏季嚟旅遊啦，因為咧所用嘅錢都比較多嘅，可以選擇咧就係呢一個咧就係秋天之後啦，十月份之後咁啊天氣咧就比較和暖一啲，同埋咧冇咁炎熱啦。
啱先咧講到咧，呢一個咧就係水比較貴啊，因為咧出邊咧就賣2.5一支嘅怡寶礦泉水啦，呢度咧就賣5元嘅。但係咧景區咧就提供咗啲咧自動售賣水嘅一啲自動售賣機喺度啦。咁啊，但係咧呢一啲自動售賣機雖然咧賣嘅水咧就平2元一支，咁但係咧就唔凍。咁啊，結果咧令到大家迫於無奈都要幫襯一啲咧就係攤販售賣嘅礦泉水啦，因為咧佢哋售賣出嚟嘅水咧就比較冰涼一啲嘅。見到啦，見到呢一個咧就係雕像嘅頭部啦，而家係背面。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像展馆，現場咧見到咧，周圍咧都係圍滿咗咧啲拍照嘅市民嘅。雖然咧而家反光，但係咧就要出下鏡啦，咁啊證明咧就嚟過呢個現場啦。咦，今日轉一轉已經嚟到咗另外一個夜市啦，就係洋飯夜市嘅洋飯夜市啦，同埋呢一個咧就係51廣場嗰邊嘅夜市咧就有所唔同啦。咁而家咧就夜晚嘅8:00接近啦，咁啊呢一邊咧就冇嗰邊咁多人咁逼，咁所以咧行嘅時候咧都係比較輕鬆的。